是以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妮。刚前面已经有录一些音的，然后现在才录开头，因为我刚完全找不到时机点可以录开头，谢谢。然后我的朋友呢，本来要送我什么生日礼物，说要帮我录开头，但是他因为太饿了，所以就先去吃饭了。好，然后我现在在这个叫什么，在那个高雄国际机场，准备要搭飞机去哪里？大家应该知道，因为我的标题有写，对，就是去金门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就把这支影片看完吧。那我们就一起去玩喽 ，Go！刚刚因为飞机延迟，所以航空公司就提供了我们饼干。我们的另一个旅伴已经踏上了金门的土地，但是我们三个还在这边等飞机。而且呢，我们下一个班次他已经出发了，我们还在等呢。你好啊，你好。上面草有自己的卫浴。林阿米，旧帽是 GEO 帽，不是新旧的旧哦。很空吧，没什么东西。可以放我的脚架。我们特别到金门喝吃了冰，而且是我家那边就有的口味。然后这一位呢，喝这个不一样的口味。这是什么干杯啊？玉簪路，火锅鸡，火锅鸡，加在万块，真是的。我的行李箱锁本来是000，结果它现在打不开了，完蛋了！我需要强制开它吗？我现在真的很后悔锁这个锁，早知道当初就不要锁它，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。我们先吃晚餐吧。重庆麻辣鱼就是酸菜鱼。没有吗？这里是一位。我们终于吃到酸菜鱼了。请听大家的笑声，我没有拍到脸，我只有拍到笑声。我也要拍，应该还好。我你得说，他有一次那个人按的，同学就跟我说，直接把这里暴力拆机法，然后这个行李箱基本上是不能用的，所以明天要买新的。好了，还是有好事的。
因为我原本是要跟那个三个陌生一起住，因为我只有一个女生嘛，然后结果因为有活动的关系就没有那种空房间，没有上下铺空房间，于是呢旅馆就帮我自动升等成为一个单人的套房。那还是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因为早上的时候好像只有稍微略过一下，还不错啦，而且是双人床，还超夸张的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些我的东西，还有个讨厌的讨厌鬼，大概就这样啦。我刚打开这个，然后看到我自己，被我自己吓到。我吹头发吹到一半，发现这个电视竟然有秘密花园，有我家合资院呢，超夸张！我好兴奋，为什么我在今晚还可以看到合资院啊？天哪！现在是宵夜时间，宵夜时间，这位同学买好多呢。今天是第二天的早上，然后我已经梳洗完毕了，准备下楼跟同学会合影。我也想要签名。吃早餐，我点的是鸡茸芋粥。他们饭是比较稀的那一种，稀到我看不太出来。学错了。OK， 现在我要喝一喝，喝醉了。现在到的地方是小金门的双口海边，然后那边的建筑物高楼大厦就是厦门。照相的人，林阿明专业摄影师。
不是，我不要录影，你在干什么东西？我们大学的校长兼系上教授的家，再见了连赏的家。